一品棺材宫保地。全世界哦，80%的樟脑是从雾峰林家出去的，所以雾峰林家是军火材料供应商，管福建跟管台湾的海军跟陆军总司令的官吏都得叠加了。日本人不来的话，那保证是最大差距。在台湾的故事就在星期二晚间10:30，三立台湾台29频道热烈上映。